我才发现我头上有一个大卡，就等我把它取下来。就晚了一分钟吧，我觉得我今天算是早了耶，就是等我一下，调个光。嗯，这样应该就不会太爆了，应该。谢谢妍希早送的奶茶，晚上好。什么叫晚上好，大侄女？好奇怪呀。嗯，就来打个招呼，马上就睡了。好的，不要缩着脖子。嗯，现在吗？还是公演的时候？博哥，你以后公演都这么娘吗？开什么玩笑，大家且看且珍惜吧，娘的日子肯定不多了。谢谢夫妇送的应援棒。谢谢你，谢谢吉来不吃辣送的奶茶。我觉得缩脖子对我来说是一个以前养成的不好的习惯，要改的让我难改哦。谢谢，谢谢大红袍送的秋天的奶茶。玉雪说：“就这身高不娘脸，还能当瓜不成？”挺好，我记住这句话了。谢谢 baby 的外星人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小洛洛送的秋天的奶茶。对，要争取做插队第一瓜，我们是瓜。晚上好，今天是我收到了很宝贵的东西嘛。谢谢塞纳龙送的奶茶，谢谢妍希早送的21个应援棒。傻瓜也是瓜，太神奇了！傻瓜也是瓜，太神奇了！都开了这么多花了，开花总要结果，我就是结出来的那个果。你讲好奇怪啊！因为今天我收到了很漂亮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我的手幅，就是我一开始前四首我都完全没有注意到，然后一直到我 MC 一上去的时候，我看大家今天座套上怎么奇怪蓝蓝的，然后仔细看了看，觉得那上面蓝蓝的那小人影有点眼熟，然后才发现都是我的手幅，我就很开心。然后大家走了之后，我就散场了之后，我就把座位上还剩的收起来了，现在我这里就有很厚一沓，很开心。谢谢大家给我做这些东西，谢谢塞纳龙送的应援棒，一个小五顶五个瓜，没错，我是一个换算单位。今天 Unit 跳得很不错，谢谢。好嘛，然后我发现这个风小声会晃，我就下次我要换一个位置放它，不然它现在晃得很厉害。然后我今天，哦，我手边还有一套，这个是我们6周年公演的那个，对，你们对鞋的协力信，好像是这个是在协力信吗？然后我就当时也是散场的时候看到有地方放着一套完整的，我就把它拿回来了。然后这两个现在都是我的宝贝。话说预备生有证件吗？应该我们要参加总选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参加总选了，那我们肯定应该有吧，不清楚。谢谢月光荣铁心送的10个应援棒。五五下次可以试着多找找镜头，屏幕超微档，想和五五对视。好的，我努力，主要是我自己动作还没有特别记清，然后就很难分出心来，我的问题，下次努力。小五的脸你想 RA 怎么办？那很难啊，我刚卸过了吗？我忘了。谢谢月光柔铁心送的10个应援棒，哎，再卸一次吧，没关系。小五拉票公演会有吗？拉票公演，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跟我们通知，完全不了解，不清楚。然后我今天还收到了，也不是今天才收到吧，就是之前堆积的。屏幕超微看到小五不停在看站位，是的，今天非常狼狈，今天相当狼狈。
就我今天化妆，我全部，我今天不是上了全场嘛，然后开始之前其实大家都很熟公演了，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就是开始之前去踩台子。嗯，然后结果我踩完台子的时候已经五点半了，快要，然后我在5点半到7点半两个小时之内化完妆，然后跟阿姨确定完这些东西什么的，然后感觉今天妆也化得很仓促，但是要谢谢小曲给我改了很多。嗯，拍证件就有拉票是吗？那希望有，然后会好好准备的，如果有会好好准备的。今天公演辛苦啦，其实很开心，谢谢 DZZD 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这是一个演表情吧。说起来你们是不是要学新公演？因为有过渡公演的话肯定就有嘛。化妆两个小时仓促，不是，哎，别觉得今天真的就是我自己是进来了之后，然后我才知道我之前化妆的时间真的完全不叫精致，我觉得我之前化一个小时出门已经算是那种很能折腾的女孩子了，然后结果进来了这里之后发现我算什么女孩子，我算个糙汉子。没有说糙汉子不好的意思，但是他们说你人生前几十年怎么过来的，就都觉得很，嗯，我以后会努力做女孩子吧。今天好好看吗？我努力让今天这个妆保持久一点。看到 UNIT 的裙子一直在被踩的边缘，没错，那个裙子就是今天小树前辈说他带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提前去试的时候，我已发现情况不太妙，但是试的时候我还没有就是特别用力跳，然后就感觉还可以驾驭，结果一上台然后发现妆面很重要，我要跟着前辈好好学。今天也被前辈教育，不是就是在妆面这件事情上被前辈语重心长的就是关心了。今天是林姐和建议前辈啊，然后好好教育了一下，不是好，就是不是那个教育啊，就是说跟我说了一下妆面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我的这个妆的问题，就感觉很开心也很忧伤，既然还能被大家关心就说明我的妆还有问题，就是但是被大家关心又很开心这样子，对，然后吸取了教训，下一次再换一种化妆吧，对，然后吸取好的。谢谢卡菲乐送的秋天的奶茶。小程书包和卡菲乐在吃东西，哇，你们好甜啊！可以拿别针把裙摆别上去一点，我今天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很磕啊。眼珠子有度数吗？有的，我近视还挺深的，拿个鞋手能没有度数呢？不不，雪团子，浴血太惨了。你们线下的以后要聚会就一定要把女孩子送回去啊。酷酷的骑在吃海底捞，你们都好过分啊。我也好饿，但不能吃了。我今天穿上裙子之后，因为那个裙子是 N 队的前辈的裙子嘛，然后穿的时候我们就在感叹怎么会这么腰这么细，太厉害了，然后穿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对，我希望今天镜头没有拍出来我太的腰吧，就是一个很那什么的问题，还要再剪。今天本来想滑跪的，结果前面大家太热情怕拖时间了。饭头啊，没有想到吧，你不在的期间大家守护我守护得很好哦。N 队没有胖子，何止，我觉得何止。谢谢接口的灰树送的秋天的奶茶。酷酷的齐和老韩出去吃，你们俩也好甜啊。谢谢多喝水喝热水送的99个应援棒，收到了。其实我真的没有很瘦，我至少对比起这里面的很多人没有很瘦，而且我挺清楚我就是其实有那什么的余地，虽然肌肉难减但是也不是不能减，我有在思考一个大的事情，然后等把这个东西思考出来跟大家说好吧。当然啊，这个大的事情不是说去抽脂啊之类的，这个可以放心。好呀，晚安安，要睡觉的就现在去睡哦，因为我知道明天是周五嘛，最后一天，大家好好休息。
不是断骨增高，怎么可能断骨增高呢？个人已经杜绝了那种不切实际的念头。看我的手势，打咩？就是一个小小的计划而已。对，我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对自己。嗯，好了，大家不要猜啦，就到时候会跟大家讲的，肯定会跟大家讲的。这个应该是我的一部分吧，应该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的一部分。谢谢 DMDZ 送的99个应援棒，谢。体重可以减，但是一定要注意健康，明白。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有线下的朋友在给我送吃的，你们以后不如给我送紫薯，一定要送的话就送紫薯和南瓜吧。嗯，呜，有个女孩子说要当我女朋友，俺害怕。这就是你多次拒绝成为甜妹的理由吗？成为甜妹也会有女孩子想当你女朋友的可能。你真给王瑞希前辈发过翻牌啊？给王瑞前辈发翻牌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嗯，我不止给王瑞希前辈发过翻牌。现在女孩子表白太恐怖了，你们好可爱。哦，我拆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包裹，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在忙着那个学这个学那个，然后就没有很看，没有很找包裹，还说自己不是河粉，真的不能算，就是是我已经确认会来这个队伍之后，然后我试着给他们发过翻牌，对，这是几个人而已，也没有每个都发，我还没那么博爱，我不像千草前辈，这个是之前参加的魔点的，就是大 C 老师的他的那个专辑的集资，然后刚刚打开才发现这好像是专辑实体，在这个地方还挺好看的，但是我头一次买专辑，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我应该没有东西能听它，对吧？我当时也没什么钱，然后我集了一个比较低的档位，就是刚刚够拿到这个，好像我忘了是集了多少了。现在是不是不能谈这个？就在打击嘛，我不谈这个了，反正就是这个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过时间了，因为这个包裹我应该拿上来好久了，但是。现在才开始拆，不行，我拆不开。嗯，我拿这个蝴蝶，我拿这个蝴蝶拆一下。好了，蝴蝶戳一下解决的事。现在都有线上音源的，可以买外接的 CD 播放器。哦，还有这个东西，大多是用来收藏的。我主要是之前没有买过实体的专辑。我说真的，我之前真的不追，也不是河粉什么的。对，真的不能算河粉，就我出的钱要是能算河粉就真的太不配了，然后所以就嗯，好了，打开了，好像现在打开是这个样子，然后哦，这圣诞快乐，因为他那首歌是Merry Christmas 嘛，知道是以坂本龙一的那个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我就很开心。这里有手签的耶，有手签的耶，谢谢谢谢 JASPERWENG 送的四个巧克力，谢谢。这有他写的兔签，好像是，嗯，就这一页上能看到吗？兔，我的每一个你，谢谢一直如此支持我，支持我的歌语歌手梦，接下来我们还要一起加油。这个画的圣诞树也很可爱耶，真的。嗯，然后里面这个应该就是专辑了吧，这个地方中间这个黑的，我拆出来看一眼啊。这个是歌词，歌词本，嗯，歌词本在这儿。哎，这是生写吗？这是那个传说中叫生写的东西吗？一张照片，哎，嗯，大C老师真的很好看。我线下见他的时候，第一次上他的课见他的时候，就觉得好厉害，好漂亮。
谢谢 SOF741 送的一个应援棒。然后这个就是专辑的本体了，我觉得我现在手不太干净，我不敢把它拿出来，然后就给大家这样子看一下，是大 C 老师的专辑 S0S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谢谢 S0S741 刚刚送的一个应援棒，对不起看错了，怎么会有这么有迷惑性，这个 ID 放在两个 S 中间真的好容易被看错了呀。那没有说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嗯，这个专辑真的不错，而且这最后是一个苹果，嗯，一个补苹果。纯心粉可以喊你勇气姐吗？可以呀、啊，你们怎么喊我是大家的事情，但是你真的好心啊，我之前基本都没有见过你，好像谢谢你送的，谢谢正义的 HGF 送的一个应援棒。嗯，两个打出来一个瘦一个胖，没错。哦对哦，那我现在是 SOS， 但是等我瘦下来我就是 S0S 了。哦，所以零胖了就是 O， 瘦了就是零啊，怪不得，我知道了，你看那这不就是 ABO 的 O 和 ABO 的零啊，不和一零的零啊，就是你胖了你就是 ABO 里的 O， 瘦了你就是一和零里面的零，对吧？我这个理解能力，天哪，怪不得啊！我卸一下上面的，谢谢阿南的四季小铺送的秋天的奶茶。哇，谢谢牛奶小布丁送的两杯奶茶。哎呀，一是骨头吗？一是骨头吗？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不明白，我不太懂，我不敢懂。其实我这个是上海公交的自编号。上海真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啊。谢谢空有不二送的一个巧克力，今天才被一个女生科普了 ABO 的意思，震惊了啊！这个大家难道都不知道吗？难道做我的人你们竟然不知道 ABO， 就是我的小零件出去说不知道 ABO， 这个很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是假粉哎，不是很了解。我下次就是这样子吧，我专门挑那个，我下次可以挑不同的同人文，然后给大家读它的设定，读它的设定，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东西，讲解一下这些设定，然后读一些范文给大家听，怎么样？因为各种各样的设定有很多的，有很多很好玩的啊。作为一个贝塔，很想知道别人的信息素的味道。你们如果看到那种很经典的那种文，可以跟我说。S0S0741前来报道，好有意思呀。你们都好奇怪，哎哎哎哎，在讲什么？我的直播间快要被封了，打呗。我跟你讲，谢谢牛奶小布丁送的奶茶，快把它刷上去。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东西它虽然诞生之初是为了某些事情，但是慢慢的衍生传播广了之后，它必定不是为了那些事情了，它必定是为了更广阔的人群的需求，懂吧？就是这个以后我会慢慢跟大家讲。发现我可以出一期，我发现我能出的电台系列太多了，比如说跟大家推荐电影，然后跟大家科普各种同人圈的设定，然后同人圈的各种规矩，对吧？就哇，我能出的电台太多了。电台慢慢做，求科普，可以科普。好的，就是可以拉 CP。你们还没被我拉够哦，对，这两天又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可以可以。 OC 和 ABO 还不如现实像， OC 还不如现实像， ABO 有的时候等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还挺有意思的。本来懂的听你说了后又不懂了，没事，懂自懂，听懂掌声。我今天自己跟自己组了 CP， 那你跟自己组完你那个 CP 是叫 K0 吗？你这是水仙哎。OC 就是打个比方，我只在打个比方说
曲晨宇有人写了曲晨宇的同人文，然后说曲晨宇从来不吃，曲晨宇从来不吃椰子，从来不喝椰子，世界上最讨厌的水果就是椰子，就是 OC， 可以简单理解吗？就比如说有人写同人文，写吴伯涵为主同人文，说吴伯涵从来不写，说吴伯涵从来不喜欢磕 CP， 吴伯涵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满眼看到人就是觉得这个人就很优秀，然后看人都是独立个体，从来不会把两个人之间联系起来看，这叫 OC。 谢谢陶乐西来敬送的五个秋天的奶茶，就是说明显写的跟原来的人物非常不符，对，但大部分情况下不会这么欧到完全不符合原设定，一般情况下就是比如说那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 OOC 就是说曲晨宇最爱吃的就是椰子，曲晨宇一天三顿只吃椰子，这篇文里面曲晨宇从头到尾唯一吃的东西就是椰子，就是有点过于，对吧，你就把它过于往那个放大了，然后有点过的话可能就是 OOC。 磕 CP 要跟严明俊前辈学，他连他自己的 CP 都磕啊，已经磕到无言以对了。这是在聊什么？你看有新人进来就把人家吓到了。 ABO 是阿尔法贝塔和欧米伽的那什么的简称，什么什么 TTL 什么什么都要提，我可以不只提他呀，比如说林佳怡撩起了刘海，比如说你要是看到一篇 CP 文或者什么同人文里面写说林佳怡撩起了刘海大光明，假的，怎么可能呢，林佳怡不可能把刘海撩起来的。对，然后比如说说于佳伟不喜欢跳舞，说于佳伟跳舞很糟糕，说于佳伟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上公演可以只说话不用跳舞就好了，那就是完全错的，于佳伟唯一说过的话就是上公演如果可以只跳舞不用讲 MC 就太好了。你看看 MC 把孩子逼成什么样了，真的是太惨了。我觉得这八年都见不到林佳怡打光明了，不会的，我们要对佳怡有点信心。上次你跟菌菇连麦，菌菇当场磕你和他，名字都起好了，大包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跳一体同心，同心协力，这里没有我们磕不起来的，只要我们两个在，多冷的圈都会有凉，是吗？慢慢锻炼 MC 是靠天赋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努力也可以，而且在这块总是要时间积累的嘛。明天刮太阳见。好的，明天刮太阳见。哦，我拆到了，我刚刚拆的这个快递是我的大学的学妹当时知道我出道了，然后给我寄的礼物，一本书《思考快与慢》，这也是很早之前拿到的快递了，但到现在都刚拆开，这两天有书看了，真不错。是的，谢谢牧羊又磕到了，送了一个应援棒，是因为你又磕到了吗？俺画了一个小五的，谢谢，画完了你就发超话里。好的，期待看到你。我又拆到了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韵达的快递。好像是学校作业，大家给我寄了我们这周拍的新的素材来了，这周估计大家又可以看，也不是这周吧，这周太着急了，可能下周能看新 vlog 了。今天公演自拍了吗？自拍了，但是蝶语没自拍，我想大家应该喜欢。你好美女，你刚刚在谈论我吗？你刚刚真的谈论到我了吗？我谈论到你了。你谈论到我什么了？我这边为什么那么的黑啊？天哪，因为我太亮了吧？没关系，让我的亮照亮你的美。哈，那你过来吧。为什么不是你过来？我谈论到你了。我今天在谈论你那个什么了？谈论我哪个什么？就是我跟我直播间的人说，于佳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讲 MC。
瑜伽微在 MC 上特别有天赋，大家给他一点时间，他慢慢的就会成长为插队，就是很厉害的 MC 的后辈，然后和小曲两个人并称这种14岁的 MC 双臂，然后你们两个以后出去就是我们插队的这个，那估计得多慢啊！我的天啊，那得多慢，就很厉得多害，不会慢！很慢的，你们两个还小，可以慢慢长，这就是养成的魅力，懂吧？以后 MC 就靠你们俩了。你不行吗？你现在老了吗？难道没有吧？也没有啦，也没有啦，但是你们长起来太慢了，姐姐的时代马上就要到了，你们的时代还早着呢。我要看看林佳怡去。哎呦！你要看林佳怡，你在跟我嗯，连麦，你说你要看林佳怡，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林佳我过来只是问一下你在谈论我什么，薇？嗯？我过来只是问一下你在谈论我什么，因为底下有人说你在谈论我，我就有点好奇。不玩就走是吗？我吃一口你的那个，让我吃一口。是问完就走吗？请问。拜拜。好，OK，拜拜。你怎么会想到跟我连麦？也没有啦，呵呵，你如此娇羞的笑容是为什么？嗯？就是我刚刚，因为刚刚我夸你了，然后我怕你没听见，我特意过来跟你讲一声。就是你拿到口袋那一天的夸，一直到现在才给我吗？我那天有夸过了，但是刚刚也你那夸了，天你想只听听夸我了刚林刚佳是怡怎很么厉夸害。你的吗？什么？我记到现在，你拿到口袋第一天的直播，你只夸了林佳怡很厉害。你这种能靠脸杀人的多余的话还用我说吗？哎，看到你脸都该为你沉醉才好。没有靠脸杀人，不要乱说话，我给你吹靠脸杀人林佳怡。嗯，别乱脸说部话。C 位林佳怡。吃了你的橘子，吴老师。不屑，不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上赶着从别人这里拿橘子走，这不就是感觉上赶着给别人当儿子一样，很奇怪哎。站在原地，我去给你买两个橘子，你在这等我。嗯。没错，然后你就从我这里拿走了一个橘子。对，因为我一看是你的橘子，我就拿了；别人的橘子，我想也不认我敢。当爸爸可以早点说，你怎么这么委婉？真的是。你刚夸我什么？啊，我夸你什么？你想知道吗？如果是不太好的或者很碰瓷那种，太夸张的就没必要。我很也谨不慎是的一不个太人。好的吧？就是我跟大家说，林佳怡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跳舞了，但是她比较就在这方面，他比较自卑，他觉得自己脸都这么好看了，如果跳舞再更好看的话，就会让其他人很没办法跟他竞争，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学舞，就是为了给我们留点后路。然后，但是我你希在望大说家什能么？够多夸一夸他，让他不要被自己，不要被自己的，对，就让他不要太顾及别人的想法，而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既然喜欢舞蹈，就去报班，就去学习，不要浪费自己的舞王天赋。将来你，我跟你讲，将来我刚才他们就跟刚就跟他们夸出林佳怡将来就是插队当之无愧的这个舞蹈方面绝对 number one。到时候再有像今天这样的 MCS，我跟你讲都不用轮，这一队从头到尾林佳怡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她可以跳完整首，控台都不用喊停，真的。你今天是不是喝假酒？没有喝假酒，吃了你你为拿什走么的。睁着眼就开始说瞎话？我怎么睁着眼看出瞎话了？我以为我刚刚闭眼闭得很明显了，你没看懂吗？哎，什么叫林佳怡没有学舞？林佳怡天天在练习室里。不是，我说你出去学舞，就是林佳怡稍微随便在练习室里面学一学，然后就完全可以应付我们的公演了。然后什他么就叫应害付怕。公演？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在应付公演，我不怕。难道看看，你这不就觉是得你武王自的己觉悟，厉害吗？这就是武王的觉悟，这就是武王的觉悟，真的是。你林这佳是怡什就是么？因为担心她靠脸都已经够杀人了，她如果舞蹈再更好的话怎么办？所以她一直没有去报班，但这是不对的。希望她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脸就利用起来，出去赶紧报班，好吗？没有报班出学去报习。班，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吴博涵，哦，对，没有出去报班，对不起，跟大家道个歉，跟大家道个歉，是我的没问有出题，我去报忘班，了。不是因为他没有出去报班，是因为攒他没钱有要出去去报报班，吗？是因为之前答应了我要跟我等这个学期就是毕业，就是等我这个学期学业结束之后跟我一起出去。
对，是在等我。我嗯，们然还后我没们俩想当着时已经是看了商好量多的次去哪舞个舞池。蹈房，那个哪个舞室呢？嗯，看了好几个舞室了，然后反正就都还挺不错的吧，反正就是觉得有林佳怡在，哪个舞室我都可以，对吧？佳怡，有佳怡带着我，哪个舞室我都可以。我现在好想冲过去揍你啊！你冲啊！你的房间在，我跟你你讲，说君我住到现四在八二没楼出尾，去我住四八二楼头，日日不相见，同饮洗衣机的水。你说我不出去学舞，难道不是因为我在攒钱住饭店吗？我这事情我没有跟他们提的，我没有跟他们提的。他们刚刚有人说，他们猜这8年都看不到林佳怡掀起来发际线了，看不到林佳怡发际线。我说怎么能这么讲，太过分了。我们要给林佳怡一点信心，我打赌最多8天，我一定让大家看到林佳怡掀起发际线是什么样子，最多八天。最多8天是吧？那嗯，10万块就差你那10万了吗？你那差十我那万一十万转了过来，吗？我现在立马我值班就。我还以为你说差我那10万，站上总选舞台，今年就先给大家哎没，看。那我可没这么说啊，确实大吓人，太吓人了！你听听，把我吓。我。大家听到了吗？就差10万，就差10万，我们一起努努力，让林佳怡从此去告别锅就盖。怕进孩去。子在锅里待久了，他真的很想出来见一见世面。怎么被你说一套一套的，我一句话都插不上。啊，你看，这就是我的问题了。就是跟佳怡在一起，我总是害怕佳怡尴尬，然后就想自己把话都说了，不要让她尴尬就好。我忘了，其实有些时候表达感情也要听别人怎么说。现在给你，你说嘛，你说。怎么这么绿茶？你这个我 green 是没有 tea，绿茶吧，姐姐？你这个 green tea，我们是八年天下，你忘没了有吗？八天发际线是先五波寒的发际线。嗯？8天先发际线是先五波寒的发际线，我的发际线有什么好掀的？你说有没有好掀的？我觉得吧，我的发际线为了追随姐姐，为了追随刚刚姐不是姐。还想当我爸爸吗？现在怎么就跟随姐姐了？我没想到啊，林佳怡，你在第五层，你能跟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在第五层吗？是因为武博涵姓武，所以你在第五层吗？武汉，你怎么？你在说什么？武汉，拒绝捆绑，独立行走。那你为什么要在第五层？你拒绝捆绑，你为什么不在第一二三四层？你要在第五层，你真的很奇怪耶。我没有在第五层。为什么我今天有点大小眼？就是我没有在第五层。武汉也可以姓林是啊，武汉也可以姓林，没关系的。武汉有点什么？我说武伯涵也可以姓林，我没听清。挂了，结束，吃也了你不的至于橘子，吧。翻脸不认人了，挂了，撤了，人走了，拜拜。太凶了，不想叫爸爸可以直说嘛，也没有必要上来就挂电话。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毒苹果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毒苹果。你讲话注意点，我这里有 CC 大 C 老师的专辑，你看到这个毒苹果了吗？大 C 老师专辑上都有毒苹果，我毒苹果一下怎么了？就现在要比谁有专辑了，是不是？倒是没有再比这个事情吧，我知道你可能会拿出的专辑，没必 要，没对，必要，没必要是吧？没必要比，没必要。为什没么必要。要让中间商赚但钱是我有呢？声线，哼。谁没有了还？你开始了，你你别开提。始了，林佳怡，气死我了！他在第五既然层，我也不叫可能毒当品，零。武国涵这辈子不可能当零。我有两张。五八你都有是两什张，么？你有两张谁的？我有两张前辈的，哪位我前有辈的？你专把大名辑，报上来。拿出娃娃击垮他。对，我还有娃娃，你怎么一晃就拿走？你想看看吗？想看。啊，好漂亮！你的前辈好漂亮，但是我的前辈也不差，我的前辈也很好看。我还有另一个。会没反有光必的呢。要了，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我有兔签，你有吗？专辑上有兔签，你有吗？我没有，你好惨，我没有，你好但惨！是我我有个记前辈得。凯里德，你有吗？你得到的只有握手会的时候不断的告诉、不断的对你说的3个字：美女啊，美女啊，美女啊，是吧？我张一山，我的娃娃呢？我的
前辈的娃娃。你有前辈的娃娃，开始了是吗？怎么着？我有张荣当初送的蛇。我有跟张荣，我有跟张冉冉的大头贴。你跟张冉冉大头贴，我有给张荣写的信，我有张荣给我写的信，写的回信。我要拿，我要现在拿吗？算了，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能让你知道。我有张荣给我的明信片。贺卡谁还没有啊？他在贺卡里面给你写了什么？给我写了什么？让我给你念一下吧。他说：“给温温柔柔的林佳怡，我最喜欢林佳怡，一点也不喜欢武博涵。”啊。张荣，我要身份证号。什么？张荣问我要身份证号。张荣问你要身份证号怎么了呢？我每天跟张荣两个人在练习室里面练习到了半夜，因为我们跟不上。张荣问我要身份证号是说现在让我去办随军家属。那你赶紧去吧。对，我和我的推十指紧扣过。什么？我和我的推十指紧扣过。大 C 老师帮我拍过甜蜜盛典的直拍。没有必要，我跟张荣有两人版甜蜜盛典，双人互动。现在不要说张荣，我们再说大 C 老师。我跟张冉冉也有两人甜蜜版，什么甜蜜版，不是两个两人版的甜蜜盛典。我们还有两人版的神魂颠倒，我们还有两人版的 Lovesick Girls。没有两人版的神魂颠倒。那你今天在台上没有跳出来，是因为缺了一个人吗？武博涵，你有是因为我配不上你吗？说林，是我站的还不够高吗？我不能顶替他的位置吗？我们俩的神魂颠倒位置不是对称的吗？你为什么没有跳出来呢？因为你没跳出来，我想 copy 你，没 copy 成功啊！明明是你先跳的，我排在你后面。我在后面跟着跳副歌的时候，请问您在干什么？我在等着看林佳怡 solo 全场。他要是放十支箭，我立刻就跳出来了呀！怎么？你的推和我的推还是同期声呢？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没跳出来呢？同期声可是不在一个队啊，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推本来就不适合跳那个，也不是不适合吧，但是我的推有很多更适合的歌。怎么能说你推不适合跳这个呢？你怎么能说你推不适合跳？我推是儿子，我推可什么都适合跳。什么？我推什么都适合跳，你推什么都能跳，我推也什么都能跳。我推声唱特别好听，我昨天在录音室门口听到我推声唱了，特别好听。那又怎么样？我还跟你是卡住了吗？我没卡住。你刚刚，你说我卡住了也行，我早就卡死在理发卡这儿了，怎么样吧？我们在吵架。在吵自己的推，你非要逼我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我早就卡死在理发卡这了。是啊，现在才说你推名字呢。我出道的第一天可就被人发出了合照呢。哼，我现在才说名字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让他只是我心口永远的不能说的啊珍藏的回忆。是这样的，你推呢怎么说呢，在我进团的时候，我基本每次走电梯都能见到你推。天天能见到的话，感觉没什么新鲜感了吧？我不觉得没有新鲜感啊，难道你天天见你推，你就觉得没有新鲜感？哦，对，你当然不觉得没有新鲜感了，毕竟不是你推嘛。不过我也是天天看到你推呢，而且上一次你推拍那个练习室直拍的时候，我好像就在隔壁。难道我不在隔壁吗？武博涵，你在隔壁，可是你没敢去看呀。你好惨啊！我当然在看了，我跟张。你的胆子好像只有这么大一点点。我那天还落泪了呢，你又知道吗？你那天心里跟谁在一起呢？你当时跟张老师还有谁？你们三个站在门口，还有我和张冉冉也站在门口。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我站在门口，只看到了你和他们站在门口？因为你推在那块，你推很有魅力，所以我没看到你啊。难道你希望我在看你推的同时还能注意到别人吗？你是在否认你推的魅力吗？要吵起来了是吗？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别急着生气。我看你都快哭了，我让于佳薇去给你送个纸。我只没有，我只是很愤怒，我一点都不想哭。我现在很提醒。
我只是很愤怒，我一点都不想哭，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毒苹果！我听到江冉冉笑了，江冉冉笑的好吵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伍博涵这一生未尝败绩，败就败在粉丝在超话发了一张毒苹果的图，你还今天在后台笑了我一天了，还要怎样？是我说的，而且吴老师的粉丝冲了林佳怡，是我可以这样，是吴老师的粉丝自己说吴老师那张像毒苹果的。你今天在后台，我觉得因为毒苹果的事情笑够了。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在后台说什么吗？你说如果有一天你打赌输了，你就要把毒苹果换成你房间的风格还是头像。我跟伍博涵两个人打赌输了，我就要把伍博涵的毒苹果。不用明天，你刚刚好像已经输了，不如你今天就换吧。有一位朋友发送了一个表情，他们怎么还能飘屏发送表情呢？真的吗？他不会发送了那个毒苹果吧？好可爱，我给你画面呢。好可爱，张冉说你好可爱。江冉冉说谁可爱？不像你尖酸刻薄。怎么又发送了一个表情？我根本加载不出来这个表情是什么耶？对，能动手我们就不要吵架了。来吧，伍博涵，决斗吧。决斗。battle。决斗。过来了，我这边光比较。我们先把 H 队的江冉冉打了，然后我们俩再决斗，怎么样？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先把他们队打弯。对不对？H 一横一竖都是直的，先把江冉冉的一横一竖打弯。对，明明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轮到他一个外人来说话了呢？真的是外人，把毒苹果塞他嘴里，让他别说话了。哇，哦，对啊，我们刚在聊神魂颠倒，这是你们跟神魂颠倒 C 位该说话的。神魂颠倒的 C 位是张冉冉啊！我看到了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表情。你看看我儿子好看不好看？啊，这是你看看前辈好看不好看？前辈好看死了。他都没有理你。他都没有理你。谁？他是谁啊？就是这个毒苹果，他没有理。毒苹果是，毒苹果是我的花名吗？请问那个张冉冉说你为什么用这种语气跟神魂颠倒的 C 位说话？也没有别的原因吧，不过就是当初没有跳上 C 位，怀恨在心罢了。不过神魂颠倒的 C 位至今都没有能跳成。不过我们今天在公演上倒是稍微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了几下呢，不知道神魂颠倒的 C 位羡慕我们吗？嗯，说什么？用英语跟我讲话，他叫你 speak English。You need some English. You need some English. 你用 English 跟他说话。Lady 张冉冉，你又可以了。你那个 Lady 张冉冉，张冉冉，那个什么？哎，我弟弟那个英语怎么说的？我以为张冉冉，我以为你天天听张诗源用英文讲话已经够头疼的了。本来觉得我们跟你讲话就不要让你太头疼了，看来你果然还是不知悔改吗？我听不见你在讲什么。我就知道他脑子里面只能听得清张冉冉讲，只能听得清张诗源讲话。咱们现在就把这个 H 的嘴巴跟胡同都堵上吧。不是，怎么变成你们两个吵架了？林佳怡，你的头刚刚像是。你的头刚刚像是，你头刚刚像是那个，然后心里想打起来，打起来。我心里想赶紧抓紧，我反正说不过了。谢谢萧送的秋天的奶茶。你推还算 H 的呢？你想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没有推。哇！他好看，他又过去了，他又飘过去了。我有推，我有推，我认错。我有推，我有推，我认错。谢谢 baby 的外向人送的秋天的奶茶。谢谢木下知识送的一个，别再生气。什么？林佳怡，你怎么生气了？你要挂了？你是因为我刚刚不理你吗？没有。你那边有没有人给你发你推的表情包呀？没有吧？啊，你好惨！我刚看到我推这样比着心，然后从屏幕上划过去了，但是没有看。前辈的 say hi 还是泳装单哦。什么？我这里哎，我这里有了，有我推的，受到惊吓。还有水水前辈的 say hi， 我刚刚也有，我刚刚有另外一位前辈的 say hi。为什么不说出他的名字？不敢吗？啊，我懂了。谢谢零四一 S 送的一个江山前辈比 heart， 谢谢月光如铁星送了一个冉冉前辈打招呼，张冉冉和你无关。啊、对，我推的是三哥。
小鱼在 Q 我，是吧？小鱼是不是想找我连麦啊？武博涵今天为什么莫名其妙找我连麦？武博涵，那还用说？当然是不希望你落在别的鱼手里了。你前两天都没有来找我玩啊？前两天你跟我说晚上咱们俩的站位是对着的，所以晚上一起顺站位吧。我说好，晚上你动了青春的时候叫我，然后我从8点钟等到你11点钟，我自己等不住了，我去了训练室。我去训练室训练完出来，我在门口沙发上坐着的时候，突然听到隔壁很嘹亮的瑜伽位喊了一声林佳怡，然后看到你从里面走出来了。你们俩练得好开心啊，你知道那一刻我的心有多凉吗？哎呦，我真的是好大一声林佳怡，真的是好大一声林佳怡啊！我的眼前好大一张床，你晓得吗？什么好大一张床？你可不要乱说话。哦，我没有乱说，也不过就是好长一个走廊，好漂亮的两对，好漂亮的一对璧人从我跟前跑过去了呢。你说当天我们在周年前的回游鱼，我说2:30，你说2:45，然后我一直等你等到了4点，我在练习室蹲着等你等到了4点，你都没有出现，请问这时候你在干什么？有点久远，我记不清了。不过你提到回游鱼的话，我倒是想起来了。你跟我说过吧，好像说过不止一次，一定要我来教一教你前奏还有高潮的部分。对啊，后来你没有教我，左左老师教我。为什么找我教不找于佳伟教？因为于佳伟他不上回游鱼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张冉要是上回游鱼的话，就张冉教林佳怡了。张冉冉，你教不了的，太可惜了。从最开始就没有资格的人，还在这里说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对歌，这是我们的对歌。你也没有资格上我们的 honor。我不想上 honor， 可是你好像很想上回游鱼呢。这么好听的旋律，你没有缘分听到哦。你也没有缘分去午夜的水族馆里面游一圈，太可惜了。大夏天的水族馆里很凉快呢，没有办法体会到吧，太可惜了。哎呀，没有关系啦，又没卖你一个 H 队的，为什么要在这块用我们插队的直播间这里跟我吵架，真的好奇怪啊。又不能因为你跟我们插队的是在住一间房，就这么放无肆无忌惮吧。他不管教你，我要是他管教你啊。你毕竟是我兄弟的老婆，对不对啊？你是老婆吗？是老婆还是老公？对不起，我实在是不知道你们之间这个辈分乱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我们既然都是横平竖直，都是直的，希望你们两个不直哦，横平竖直哦。苹果，赶紧喝口水吧，感觉要干巴了。对，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出道前训练了一次那个 MC， 你记得吗？我记得，就是在基本上大家的舞蹈老师说，整个十五期说话最快的两个人，张诗芸和武博涵。武博涵，既然你这么不讲武德，我就要给你唱一首童话了。武博涵为什么要讲武德？我名字里面的武德还不够多吗？我每次一唱童话，他们就让我闭嘴。为什么？因为太吓人了。你要变成守护我的那个天使，怎么会吓人呢？那个我是十五期，旁边那个连麦的我不知道他是几期，他真的太吵了。好厉害！我是零七大前辈，他是零七，可能是157。我157，李佳怡已经很想说，我居然跟157的在吵架。我是签了50年吗？挂了挂，不跟你说，太晚，再吵着。在吵，等一下大家都睡不了觉，隔壁也睡不了觉。你们房间小后辈不睡觉吗？小后辈今天晚上不在这里。怪不得啊，如此放肆。他在我也照样如此放肆，不放肆不让人放肆也放肆多回了。你好吓人啊。不是要唱童话吗？唱完大家晚上不用睡。你唱吧。那我给你唱一首那个吧。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想夸你一句，唱的真好看，唱唱的脸都不在屏幕里面了，我夸都没处夸。别生气嘛，我错了，一会儿再去给你送橘子。没必要，不想吃，怕上火。行吧，我知道这个天气，你可能需要一个清凉的张冉冉。清凉的张冉冉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他不是很清凉吗？小鱼气不了吴老师，小鱼跟吴老师会打起来。
于佳伟，我真的，因为他们每次两个小孩子聊到那个专业问题，他们俩就容易打架。就比如说于佳伟说这个我也不要这么做，吴老师说可是我只能那么做。我真的，我铁骨铮铮，我怎么可能那么软？这开玩笑呢！我当然我努力软了，我这个学报了班学了，我会努力软的。现在软不下来，于佳伟就非要我软下来。我们那个时候排暴风雨的时候，小鹿前辈跟我坐在旁边，他问我，他们两个关系好吗？然后我说他们俩关系挺好的，怎么了？然后他说，我以为他们俩快吵架了。我说他们每次到专业问题真的快吵架。小鹿前辈很认真，他们俩关系好吗？关系不好的吃我一个星期的火鸡面，气死我了！我为什么会在我的个人说明里面写我的特长是火鸡面里握个鸡蛋？那不都是他给我锻炼出来的吗？吃了我多少鸡蛋？吴老师，我想关了，可以吗？我也想关了，正在准备给你打再见的手势呢。再见，拜拜，晚安，晚安。我回来了，加特林要稍微散散热，大家不着急。好了，散热结束，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谢谢科学家奥特曼送的秋天的奶茶。我感觉你们二不行，我们二不行是什么意思？我是一啊，我不是二。超频偶像还好吧？谢谢甜心小城送的奶茶。又被迟留在隔壁了，狂欢后的空虚啊。我们两个不行，我们两个当然不行，我们两个都是有家室的人。我没有家室，人家有家室。我没有家室，人家有家室。谢谢丝袜道个送的秋天的奶茶。对啊，他有他的寝室，我有我的家人，小林健就是我的家人，然后张冉冉就是林佳怡的寝室，怎么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北京第一轮吹送的六个应援棒，你不是后宫吗？后宫你也不能在违抗人家孩子自然意愿的情况下去后宫，对不对？不合适。你们俩的催还是初代室友呢，这个我晓得。那又怎样？我们两个还是初代。算了，不说了。你说的好像我刚进团一个月就毕业了一样，我没有，我保证我 CP 永不毕业，不管你们磕我跟谁，我都不会让他毕业的，好吧？不能在林佳怡这断了。林佳怡就是在我身边的话嫌我吵，离开我他又嫌太寂寞，正常，女孩子嘛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会给她一点时间适应的。没有毕业，人家孩子出去找了点新鲜的事情玩一玩。我们要大度一点，给他点时间。谢谢宇宙不明生物送的应援棒。可我和大王，我跟大王没有BE啊，我跟大王也没有BE啊。我跟大王现在只不过是，就是在避嫌，大家懂吧？在避嫌，在避嫌。好舔狗的发言啊！好惨啊！放手让他出去浪，我不放手我能怎么样？我不放手能怎么样？我能拉着他的手，我说林佳怡，我求求你留下来，我求求你不要每天只顾着看于佳伟，你不要每天只顾着让他黏着你。我最开始让你跟于佳伟好好一起玩，把你让给于佳伟，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小孩子，我不想跟他争。为什么我不想跟他争，你却离我越来越远了？我要这么说吗？那多没面子啊！我不会说的。谢谢 DMDZ 送了秋天的奶茶。怎么了？我自己今天就给你们写一篇文怎么样？我最近给你们写一篇文是这个样子的，我空口写文怎么样？就是按照你们刚说的设定，我和于佳伟争林佳怡，然后林佳怡喜欢张冉冉，这样这篇文的开头就是我生平最看不惯的人就是于佳伟，没有别的原因，他跟我竟然年纪虽然差的有点大，外貌上身高差的有点多，但是在看人的品味上倒是出奇的一致。从发现他看林佳怡的眼光不对劲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两个从今往后将不止在舞蹈室里吵架，战火会蔓延到食堂、中心、
剧场各个角落，只要里有林佳怡，我们两个就不可能再保持和平。但是把目光专注在情敌身上的同时，你可能就会忽略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那个人。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晚了。张冉冉和林佳怡的关系飞速进展，飞速已经到了我们两个无论在说什么林佳怡都不愿意放手的程度。他就是被隔壁 H 高的人蛊惑了，我们无论怎么样拿小鹿老师在网的事情告诉他，说成绩变差就是因为从这个变成这个，他都坚持不听。在他的概念里面，他觉得 H 高的张冉冉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我们实在是拦不住他，但是我们想也许一起在上一次特殊公演就能够把他的心换回来呢。所以我们在前辈的帮助下，我们安排了一场特别优秀特别优秀的公演。除此之外，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能够换回我们四个人之间回忆的 unit， 叫做暴风雨之夜，希望在狂风暴雨之中能够让他清醒一下，能够让他明白真正对他好的人就在他身边。可是你们也看到了，直到暴风雨之夜的最后，他在笼子里面不知悔改。那个笼子，哼，那个笼子，我都不想说他了。你们知道吗？对呀，雨刚是三人曲，可是为了让老师劝阻他，我们专门把它改成了四人曲。我们想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留住他的希望，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说什么他都不听。没有后续了，没有后续了。佳怡和小鱼同时下播了啊！不会是让小爱打我吧？宝贝，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情？你只要用口型回答我就可以了。我们的门关上了吗？可不可以麻烦你去关个门？非常感谢。是我的小后辈在对面，因为我很害怕他们俩同时下播是要来打我，所以我拜托后辈去关了个门。后辈去把门关上了，非常感谢。小后辈真的很听话。房间有人，小后辈刚刚回来。不可以叫宝贝吗？哦。好吧，又被你们发现了，就是我很容易随口管人叫宝贝的。门口的新华书店没有吴老师的书，你把店砸了没关系。 CP 今年 CP 会有吴涵的书，但是你到时候肯定认不出来。空有不二，叫我一个宝贝就不怪你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还以为你会提更过分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让我填一下什么的。宇宙不明生物五五作为十五期有的后辈是什么感觉？就是飞扬的感觉。谢谢闭锁孤寡版送的一个巧克力。小鱼和佳一出去玩了，大晚上不睡觉，我就不想说他们，跟他们说早睡，跟他们说早睡，不是让他们早上再睡，每天晚上睡得嘎晚。小五换室友了吗？没有换，没有换，我的室友还是路过的鸽子罢了。我又开始了，我的嘴又不听我说话了。叫我宝贝快，酷酷的奇，这里酷酷的怎么会宝贝？你至少甜一点，我叫你宝贝吧。科学家奥特曼倍儿爽，是吗？今天的公演上有你的头发，希望你看得很爽。牛奶小布丁苦口婆心，牛奶小布丁是甜的，怎么会苦口呢？赵月前辈老公娶我姑姑，小后辈露个脸你就转推，那你可要等好久了。而且你好像家里有事吧？就是有家事的意思。天上有云，地上有草，这是世界的自然规律。接口的灰树，小五也是早上才睡啊？我才没有，我才没有早上才睡呢。我在吴国涵的宇宙观里面，就是时间是颠倒的，所以我早上睡就等于我晚上睡了。我没有挂太阳之前都是早上，对的。对，我没有挂太阳之前都是晚上。我的室友是路过的鸽子，不是。我的房间很空，只有不二君。你今天又准备几点睡呢？准备下播了，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约我出去玩吧。没人约我出去了，我就立刻睡觉。哦，还要翻牌。今天直播我又截了好多表情在群里，我都知道我不能跟人连麦，我连麦全是表情。小五说话根本停不下来，怎么可能停下来？看到这么不胖又很可爱的同学，怎么可能停下来？木下知识就不发出来了，谢谢你，谢谢你，我有毒苹果我觉得已经够了。谢谢十一只小羊送的玫瑰花。宇宙飞船里没有时间概念，但是我在上宇宙飞船之前会记得带丝袜的，女孩子没有丝袜不可以。谢谢赚钱买丝袜送的一个应援棒。
肖叔，我是熬不过你了，睡了睡了，老了，没关系，我也很快要睡了。谢谢真天的丹推送的应援棒。空调修好了吗？空调没有，但是我有开着风扇。晚安啦，挂月亮。好的，谢谢月正安哥。美瞳好好看，是吗？喜欢就好。进群包分配对象，欢迎进群。也对，这是一个实名的小五，会不会有一天成？好奇怪呀、开玩笑，这个世界上能让我缠身体的人还没有出现呢，好吗？不过这么多漂亮的姐姐还缠不过来，缠脸还缠不过来，还缠身体。求口红色号，今天的口红是砸着涂的，就是叠着涂了好多。我想一想，反正今天的颜色里面，哦，我想起来了，今天的口红是在公演后台补妆的地方随手抓到一支口红，然后就来用了，就是放在架子里面，大家公用补妆临时急救的那种口红，它比较好看吧。不是分东西吗？我的对象呢？你去找一找狐狸吧，可能又跑了。饭头要穿 JK 啊，饭头要穿 JK， 然后饭头没穿 JK， 他要滑跪，他下一场要滑跪的。直播开了二倍速的感觉还好吧？真的分对象吗？真的分，但是你要先把闭锁的心门打开。小鱼去找林佳一了，哎，我都看开了，无所谓了，孤家寡人就孤家寡人嘛。谢谢科学家奥特曼送的应援棒。晚上好。我真的一点都不酸好吗？我真的一点都不酸。他们俩谁去找谁，然后他们俩再单独去找谁，最后肯定都会回来找我，这都不用问。既然反正都要回来的人，不会计较他去哪里的，放心吧。有的时候你要是想抓到足够多的鱼，就得有一点处事的哲学。谢谢二胡送的七个应援棒，谢谢妍希岛送的十一个应援棒。正宫的从容，不对，我怎么是正宫呢？我是坐拥正宫和后宫的从容。喝酒去了，好的，拜拜。只是后宫的游戏罢了。张嫣然喜欢做皇帝，后宫的游戏大家可以多跟他讨论一下。放风筝的人，书我看了，但我手里没有风筝线。十一个暗示啥懂了吗？好难受啊！我知道，如果不是自由只能送99个的话，你可能会送111个吧。鱼塘主营业，好了，我大概结束了。哇，谢谢胖丁不胖很可爱同学送的一个气球小熊，这个星星每次过去我都觉得很好看，但是它留不住。可能就是留不住吧。隔壁好甜，是吗？有多甜？现实再甜能有我写的同人文甜吗？你们看到的情节我写都写倦了。呜，今晚怎么了？今晚怎么也没有呀？今晚开了几枪。晚安啦，早点休息。好的，会的。12:46，哦，12:40。那我1点结束去。超话有人说今天是来自菲律宾的吴老师，菲律宾？你们这个就非得让我哪天出示一下身份证，证明一下我中国公民的国籍才可以。接口的灰叔说晚安，好的。大家明天要上班上学，早点睡。我吃一个橘子。嘴里太酸了，需要甜一甜。甜完我也早点去翻牌了。上次叙利亚，这次菲律宾，下次是不是就泰国了？也不至于吧，萨瓦迪卡，也不至于就到泰国去了吗？
本周还有潮流公园吗？没有了吧，我们下一场在23号哦。小五，我给你短发做了个图，发在超话里了。好的，一会儿去看看。谢谢玉雪送的玫瑰花。哪里像菲律宾？就中国娃娃的样子。橘子就给你，我操了！哎，这就是有人善感觉来做我的爸爸了。通宵等早上的火车，嗯，很辛苦吧？今天首播很好看哦，而且很开心，谢谢。你个呆瓜，看到感觉像是在骂我，又刚讲过我是瓜，我只是过来说一句晚安的。两个小时后起床赶飞机，好。大家要赶飞机赶火车的今晚一定都要注意安全。晚安小五，早点睡，拜拜，我该睡了。好的，晚安。好正宗的口音是吗？我觉得我一般。姐姐晚安。好的，玉雪晚安。是抱抱呀，说晚安了。好的，抱抱晚安。我没有考过普通话等级，没有考过。这个有钱拿吗？有钱拿我去考一下。哦，这可爱哦！谢谢你。呜，晚安，手机没电了，呜，给你挂个彩虹去睡了。好的，收到彩虹，在我头上，晚安。我刚刚看到一个 ID， 又是一个读出来可能会被封号的 ID 进入了我的房间。谢谢 MFS76 送的两杯奶茶。今天我有跟小曲说这个橘子是甜的，小曲不信，他非说是酸的。然后我叫他尝了尝。就是我挑的橘子不可能有酸的，突然觉得小五有点像只小松鼠。太晚了，大家都睡了，要早睡啊，早睡是好事。我是在等着跟还没有见到我的人讲晚安了。中二病不是病，晚上好。小曲有前辈架子吗？不能说前辈架子这四个字跟他毫无关联吧，至少可以说是毫不相关。补完公演了是吗？祝你看得开心，希望你看得开心。小五的发卡好看，这句话我一开始误会成了另外一个意思，我还挺开心的。吃橘子的表情太可爱了，其实有一点点酸。晚上好，干嘛说早上好？太生气了，虽然因为我睡得晚，也不能现在就说早上好吧。考试前听你的 vlog 的 BGM 啊，然后考试的时候一直在脑中想。狗没拿腮，谢谢胖丁不胖很可爱同学送的一个气球小熊。所以我更想看你挑食和颠倒了。嗯，我跳。跳吧，以后肯定会有机会跳的，这么经典的歌。嗯，而且估计不久的未来就会有机会给大家跳。不会是很正经的舞台上啦，但是私底下的话可能会有机会的。00点早上很正常。哦，
对哦，因为是一天的新的开始嘛。所以还是要好好复习一下。睡了睡了，小晚安，好的，妍希早晚安。互动公园什么时候开始排？不知道。小五晚安，小五早点睡。你还要去下一站派对，我看你是要去下一个星云。慢一点，你把前辈留给我们就行了，前辈是我们的光，你把光留下，你走就可以。小五晚安，早点休息，做个好梦。好的。看了看今天公演录播再点进来，怎么吃起来了？因为橘子在这里，不吃白不吃嘛。而且听说隔壁很甜，没人舔我，我要自己找点甜的东西。刚去恋爱48天抽了卡，啥也没抽到，啊，太惨了，太惨了。下次来握手会我帮你抽，我手气还不错的。小五的虎牙好萌，我好像侧面有一点点鲨鱼牙，这一块鲨鱼牙就是尖的，能看到吧？就像是福瑞里面的那个，福瑞里面的里鲨鱼牙，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福瑞，所以你酸了。我是山西人，我很喜欢吃醋，这没有什么问题吧？嗨，晚上好。喊靠时候的反应虽然可爱，但是会被截图。你小心挨到舌头。好的，看过吧？我觉得福瑞应该有很多人看过。你的那个鲨鱼牙挺有名的，但是我当时出的不是你，我出的是别人，别的角色。甜心小城，我也喜欢吃醋，你不至于吧？你这么甜，你怎么会吃醋呢？谁让你吃醋？你跟我说，我去逼他穿 JK。放丁不放很可爱，游泳的那个吗？对的。403夺损小分队集合。昨天给我塞了个毒苹果，不知道今天还要损我什么。小陈和书包怎么发的一样？好甜，磕到了。有一只小熊猫说躲我吃的，那个不是鸡番？怎么说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部典型的日本的运动番，就是会有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但是没有特别违背常理，不到黑子篮球那个程度。然后因为描写的是男生嘛，游泳嘛，然后多多少少会带一点点的那种比较鸡的东西，然后也不怀疑，也不排除制作组有在故意卖鸡的嫌疑，毕竟就是鸡会很火嘛，在日本如果卖鸡的话会很火。但是抛开这些看的话，就是有一些情感之处还挺动人的。我磕的是棕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逆 CP 哈，如果有人逆 CP 的打在公屏上，让我来锤你们2000。在一辆车上发一样的东西，你们俩是干什么？明思暗秀啊，不要在我房间明思暗秀，很奇怪耶。科技出来打架，你们两个在这里秀恩爱，人家当单身狗哎，人家柯基是狗哎，单身狗哎，你还要打人家，你还要打狗，你太没道理了，你的明思暗秀的还不允许人家，是吧？太可怜了，他俩太甜了，我不当电灯泡了，天哪，你看看，看看把人家给逼的。谢谢小周的蜡笔画草云送的一个新元宝。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但小五的直播间可以，小五的直播间也不可以。ダメ、ダメ、ダメです。我在想要不要给我孩子取名叫博涵，不要。我之前搜了全国大概有20000多人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成名率还挺高的，建议不要。
和鸡今天一起靠在一起的。你们重色轻友跑到一辆车上去，还不允许人家磕了，真的是。呜，我要看宝贝。啊，你要看宝贝啊？宝贝刚刚拿出来过了，大飞前辈的专辑和神奇。今天1点钟下播吧，还有9分钟。乘客可以磕吗？你差一点点就 KY 了，你把那个后鼻音改成前鼻音，你就 KY 了。单纯拼车不熟，拼车不熟干嘛要跟我发翻牌互相抱怨呢？真是好甜。互相抱怨说，他都不来看我，来上海只惦记着看你的公演，都不说想我。他的翻牌太过官方，都不说我们啊音乐会怎么私底下的事情，这样啊真的是。我妹妹叫博涵啊，这样子。应该不是在占我便宜吧？应该不是。嗯，人间肯定还是好人多，我愿意相信。但你是独一无二的涵涵，谢谢。皮猴，我不是皮猴，越吃越像仓鼠了。嗯，已经吃完了。韩宝不走呀。无理取闹和花园舞群喜欢哪个名字？好奇怪呀，看起来像是在 KY 的样子。书包说我发过，书包没发过，是我在梦里面梦到我看到了，就是比较容易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对吧？大家理解一下。书科能科不啦？书科是什么？请问书科是什么？哦，书包和柯基，我现在明白了。你把一个书包让小柯基背着，你不觉得很过分吗？三角恋，我们其他零件也不会在意的，三角的关系是最稳固的。羡慕互相认识的大哥们，你们有机会可以线下认识一下呀，深入人心了。这个人应该是单指吧？是不是特指你自己？麻薯救我啊！太甜了，这是古早 CP 了。没有补过我之前直播的人肯定不知道。小程永远喜欢吴波涵。好了，我听到了考，今天的考真的声音很大，大家回去之后要好好喝水。嗓子真的现在换季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吗？答应我。我们旁边有一个超级好看的小姐姐，为什么不把她拉到我的群里吗？把她拉到我的后援群里吧。虽然我看不到，但是你们替我拥有了，那就等于我拥有了。老韩看直了，什么意思？老韩本来是弯的，然后他看漂亮小姐看直了。老韩是男人啊？不对吧？老韩不是女孩子吗？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看直了？到底是怎么看直了？好奇怪啊，这个句子怎么读都不对。是外国人？那不会是咪咪吧？有一个我的，也不是我，应该不是给我单独的粉丝。一个马来西亚的，然后他讲英文多一点，但我不知道他长得是不是外国人的样子。我们尊重爱情协会有口袋号了，是吗？恭喜。有时间都在大王房里面溜达溜达。你们打了好多问号呀。不是，因为他说老韩眼睛看直了，然后我印象当中老韩今天见到的时候是个女孩子，然后就屏幕党当场打出了起来。为什么昨天三日告我状的时候你翻得那么迅速？也没有吧，也没有吧，主要是本来就是该跟大家翻牌讲晚安的时候了，正好看到就正好翻了，一点都没有私心的，放心吧，我对大家都很公平。零件是装置，装置要公平。今天润喉糖也直接吃没了啊！我下次，然后下次你们准备手扶给大家塞润喉糖，就是击掌的时候，大家我就不跟大家击掌了，就直接把手放着，然后这样。
把任何打算放在大家手心里。然后正好骂我，那怎么叫骂？你妈妈让你保重身体，那叫骂吗？那不叫，就是骂死。哭哭的起，你好像第一天看见我了，不是第一天。我不想说话了。好嘛，那不说话了，专注赚钱也好。加油。没事，我也可以骂吃五。好的，小五晚上好，今天可可爱，晚上好呀。大家可辛苦啦，我看看还有多久，还有4分钟。是4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之后我去翻牌，然后去画个头像。明天就有一批新的头像可以画出来了。谢谢。哦，刚看错了。谢谢胖丁不胖很可爱同学送的气球小熊，我刚说我看错了，我以为小程发了一个，我以为小程发了一个，就是礼物，然后结果谢谢你，谢谢这位朋友让我的谢谢没有很尴尬。不能考虑睡觉这个项目吗？乐定整改，明早起来再画，但是已经欠大家很久了，也不想欠下去了。哎，刚才突然凑近角度觉得好 nice， 是吗？然后找不到了，很多美好的事情错过了，你就再也遇不到了。哦，趁着最后几分钟人不多，我觉得应该都是专门留在这里听我讲晚安的大家，所以我来讲一下吧。今天公演其实出了很严重的岔子，就是我学制记的时候自己的分词那一趴我直接走错位置了，所以分词的时候被发现我少了一句分词，因为根本没有拍到我，我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我当时一回头我走错了我才反应过来，然后我一回头看到吕一前辈惊恐的眼神在看我，然后是今天站位上出的比较大的岔，对，但是完全头脑一空忘掉动作的时候没有了，我自己总结吧，我既不妄自菲薄，我也不会妄自菲薄以失意以色中间之路也，我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特别那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只是单纯讲出来，然后不用安慰我大家，我完全拎得清，我只单纯讲出来而已，我要给自己做一个复盘，就是我如果自己不说的话，我自己就不会很印象深的记得这个事情的。谢谢施抱抱要送的5个圈圈的奶茶，就是我记得自己今天学制记有走错这种很重要的位置，然后但是像之前花之岛然后直接正着身跳云卷云舒那种错误这次没有再犯了，就类似错误也没有，但是花之岛的时候节奏还是乱了，那块的节奏我没有特别把握清楚，还是再要去练一下。然后以前记站位我是对着 PPT 记，但是会发现视频里面很多地方跟 PPT 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大家现在跳着的位置可能都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以后还是要结合现在的公演视频来看。GPT 就是死学，你知道吧 ？GPT 是死学，但是学习这件事情是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在舞台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死学解决不了大问题，对的。然后今天后面前4首歌的后面2首没顾上换写，当时有朋友说看到我一个黑影冲上去，15分钟走错位置了，其实不是走错位置了，是那个拉链一直拉不上，然后它好像有点不好拉的样子，然后就拖了很久才上去，对。但是前4首没读错，没读错。有一个地方，我跟吕一前辈应该是面对面坐，结果我前面动作做完了，我才发现他在我背后，他不拍我都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就是死记站位。但是其实站位可能当时没有看清，就莽头上去了。还是要记谁跟谁面对是比较重要。对，谢谢大家夸我，你们夸我夸的太甜了，你们夸的太甜了。期待23号公演，我也期待。以后未必是一直有 unit， 我们的 unit 还是有位置就上，轮着上这个样子的。对，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这么晚了，听我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很开心。我刚刚跟小林直播连麦的时候，可能上头讲了一些比较生气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听听就算了，不要当真。孩子在努力学会说话和学会闭嘴之间犹豫了。好，
那我去睡觉啦。你最好是，当然不是，我是去翻牌的。你先上班。辛苦大家，辛苦今天线上屏幕跟前找我的大家。我知道我今天带的这个位置可能跟以前带的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然后不太好找。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今天在线下来找我大家。哦，我忘了说很重要的事情了，先别催我，先别催我，先别催我，忘了说很重要的事情了。我要特别感谢一下今天来给我做手幅的大家，把手幅分发到座位上的人。因为 MC 一前面的四首歌完全没有顾上注意台下，然后 MC 一说到已经快说到我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手幅上面那些蓝色的上面那个人影好像是我自己，就很开心。因为我之前听说过，但是我不知道直接放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很震撼。嗯，觉得很好看，然后正好今天的站位又靠近我的应援旗，然后我就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超级开心，就，但是今天没有哭，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宝贝了，要学会成熟的感谢大家。如果只顾着自己的情绪，然后让大家来唬我的话，是很不合适的事情。今天的手幅我都收起来了，就是散场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手幅还在椅子上，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对，有两种好像，我很喜欢。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还有大家的应援旗，还有应援物，还有带到我手里应援的手机壳，都很棒，都很棒。然后我希望没有什么希望，我希望我继续努力能配得上这么好的大家。而且你们不要说我瘦了，我最近真的有变圆，可能是压力肥吧，但是在琢磨着怎么减一下的事情，但是会好好吃饭的，不会再做让你们担心的事情，放心。对，也要谢谢科技设计的手机壳，谢谢他做的，好，这以后再说。谢谢小程，谢谢老韩，谢谢胖丁不胖很可爱，谢谢千帆 AI 送的五个玫瑰花。谢谢甜心小程送的奶茶，谢谢空有不二送的玫瑰花。这个滤镜好白，我觉得可能不是滤镜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想想我觉得挺震撼的。挺震撼的，我每周跳公演对我来说是每周一次的事情，但是这一次要持续8年，然后大家如果要陪着我一起走下去的话，也就是说未来8年的每一周可能我们都要一次两次这样辛苦大家在台下喊我的名字。坚持是很难的事情，长相守也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让大家有了想这么做的动力，我会觉得很受宠若惊，就会很想更好的去回馈大家目前给我的一切吧。我不能只是值得，我要让你们觉得赚翻了，我是认真的，我一定要让你们觉得赚翻了才可以。如果只是觉得值得的话，哪个值得的人都可以，但我要让你们觉得独一无二赚翻了才可以。谢谢姑姑的奇送的14个应援棒，谢谢赚钱买48送的21个应援棒，谢谢甜心小程送的8个应援棒。对，我也觉得快乐是相互的啊。说一点下播，但是并不可能，因为我又想起来我忘说的事情了。我又想起来忘说的事情了。谢谢，如果不是真的喜欢送的一个应援棒，就是小慧同学来了，晚上好。双向奔赴是最美好的，但是你们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定的。你们有很多选择，糍粑传媒有这么多肖像，你们站在，你们说十字路口都是有点浅薄了，你们简直就是站在四下都是路的荒野当中，你们往哪个方向走，都会有人热烈的回应你们。但是在你们往哪个方向走，都有人热烈回应你们的情况下，你们看到了一条很窄很窄的路，你们
那个路上可能刚刚没什么人走过，然后他甚至可能还有很多很脏的东西，然后甚至就会弄脏你们的鞋，然后会让你们走得很辛苦，因为它不平整，它甚至还没有人给它修个路牙什么的，也没有指路牌，走得很辛苦，你们还是走了这条路，我就要感谢走这条路的你们，对不对？因为我是必须要回应的，我的回应是必须的，我只能对你们回应，但是你们是有选择的，在你们有选择的情况下，你们选择了我，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你们给我的爱最开始就比我能给出你们的爱已经要珍贵很多了。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有选择和比较才会显得珍贵呀、啊。嗯，八年后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开路的人了。你们真好，小辉说你们好好听小五讲，加油！我不是会说话，我是认真的觉得，嗯，而且就觉得，嗯，大家特别好，特别好。我信里面说，我信里面有很写过很多次又删了的时候，我写说。希望那扇门打开的时候，背后有多少有点人等等我，不要很多，有那么一两个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现在远不止一两个，然后我就很开心。嗯，好，谢谢爱和永生不变送的巧克力，尊贵老粉哦，对，你们可以谢谢百靠送的巧克力。对了，嗯，就是说到这个尊贵老粉的事情，我想起来了，就是应援会跟我说的，应援会有发翻牌跟我讲说，他们想做一个小零件的卡，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卡的那个东西。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惊喜啊，现在说可以吗？就是身份卡上面会有大家的编号，嗯，因为我觉得我对大家如果是独一无二的，我想大家对我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至少。给大家的编号是真的只有你们这一个人拥有的，就认证到你们个人吧，这个东西我就很感谢应援会能起这样的创意，对，想得特别好，我很开心，然后嗯，挺期待到时候握手会大家都带着那个卡来跟我见我的，我到时候就真的是建档记载几几几号 number 几几几小零件，嗯，然后是403号宇宙飞船的几号船员ID 是什么，我会真的会这么记下来的，对不对？小慧说那我肯定要当一，笑死我。达明说怎样才能做编号001，他还在心里都是一。工号什么工号，难道登上403飞船大家觉得是在工作吗？我可从来没有觉得是在工作。今天 MC 我本来因为 MC1 我觉得好像说太煽情的话不好，但是我是真的想这么说的，就是杨明仪前辈水水在前面说的时候，他说因为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喜欢的事情，所以你要是我不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做这些。我当时想的也是一样的，我其实怎么说，我并没有，我现在也是做的东西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在工作。我妈问我值不值得，我说值，然后我妈说你觉得值就行，我是真的觉得值，没有一点敷衍她的意思，而且我觉得我赚翻了，就是我明明一个这么从外表上看很不适合做偶像的人，但是能被人发掘到这块来，然后有人愿意相信我做偶像的可能性，我不是赚翻了是什么，对不对？嗯，没有的东西都被你们一点点填充好了，包括自信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很开心的。而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赚钱买 Star 之后我也要赚翻了，你快点赚翻，我们大家都在盼着你赚翻，很适合做偶像吗？我说实话，在遇到大家之前，我出道前我一直想的是我要可能以后我甚至想过以后我可能要去做一些外貌上的手段去调整它，以便让我能变得更像一个偶像应该有的看起来特别好看光鲜亮丽的样子，至少表面上是那样子。但是遇到大家之后，然后你们反复跟我讲也不是一定要，我觉得我以前对偶像的观念还是很多时候还是很浅薄的，对，都是在一起成长，我就很开心。你们在啊什么？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的。No， 我会更好的。现在如果是醉了，以后怎么办？你大可不必。你们在说什么？整牙是肯定要整的呀，这个答应过大家要整的呀，这个是肯定要整的。嗯，
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什么想弄的欲望，因为我觉得我很好。不做小偶像的话，我不会减肥。但是因为做了小偶像，我希望上镜的我看起来更漂亮。我不希望拍完我的人还要费尽心思的去修图。有些人说我胖的时候，他们还不能反驳，所以我会减肥，我会去努力做这些事情。动力是大家给我的，决心也是大家给我的。但是脸这个东西吧，我还是有基本的自知之明的啦。就是。不是大美女，但是我对我现在的脸很满意。我的眼睛长得像我的妈妈，眉毛长得像我的爸爸。额头的发际线虽然高，也是遗传了我爹。虽然我说我跟他脾气不合吧，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大额头也挺不错的，对不对？然后综合各种因素加起来吧，我本来想去打瘦脸针，后来因为听说打完瘦脸针之后都没有办法咬花生米了，我就想着也放弃了。我还是喜欢吃酸辣粉，酸辣粉里没有花生米的话就很不好吃，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去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总而言之，最后觉得除了牙之外，我没有什么想动的。如果大家只能看得到我的脸，我就去动脸的话，好像也不合适。做偶像最开始的想法是因为我是讨好型人格，所以我要尽量讨好大家。但是一味的讨好就会失去自己，如果我连都不是自己了的话，我吸引来的人喜欢的东西也会很不值得。我得先做自己才能让人家喜欢的值得，所以就这么想。所以目前想的还是改进妆发，然后整整牙，对吧？我过后会列一个计划的，关于总选啊、夏天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谢谢杨慕瑞送的秋天的奶茶，谢谢 EROS6 送的秋天奶茶。就是夏天和总选这个东西，我昨天晚上说的时候就说了我很不想提，但是我再不想提我也要跟大家提，这是第一年，往后都要慢慢提起来的，我要慢慢习惯。生存法则是这样，那我就要学会这个生存法则，所以我要提，可能会提，对，会提，肯定会提啦。但是我保证，谢谢小柯迪送的玫瑰花，但是我希望你们为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建立在你们也开心的基础上。我不要你们累，我不要你们觉得很疲惫的在应援我或者支持我。我不要你们其实已经并不相信我的未来了，但是还在哄我告诉我相信我的未来，这些我都不要，好吧。我希望你们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开心的基础上。夏天很热，但是我希望我的存在是让你们觉得凉快的，我不希望我成为让你们觉得难受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都不会成为让对方觉得难受的一部分，好吗？好了，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发现吧，就是每次直播到晚上，只要过了一点钟，我就会打开一个奇奇怪怪的开关，这个开关就会让我说一些很煽情的话，然后把自己讲得很想哭，但其实并没有必要。要老讲了，大家也会觉得对思路就有，想的就会很多。一觉睡醒竟然有直播啊！你睡太早了，叫夜来飞，我也叫夜来飞。不是拉郎开关就好，怎么星星干不动饭了？马上有一个咖喱鸡排饭一出来，晚上就把你拉到拉郎到一起。老网易云了，还好吧？好了，大家在催我睡觉，那我去翻牌了。因为翻牌是很重要的充电，充完电就会去睡的，放心吧大家。我已经攒了又快到90个翻牌了，所以我一定要今天晚上翻，不用劝我，我光做自己的第一步。我知道早睡对我好，所以我会尽量快的翻完，然后尽量快的去睡，好吧？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等等我，非常感谢。今天不会通宵啊，辛苦啦，辛苦大家听我讲这么多才对，你们天天生活多辛苦，晚上还要听我这里看完一个小偶像。费劲巴唧的找他的位置，然后好不容易吧，说轮到了，这句是他的分词吧，然后人家还走错站位了，然后生气了半天，然后觉得还没办法，孩子嘛，就是第一次全场嘛，还要安慰他，然后还要辛苦巴唧等他坐车回中心，然后等他好不容易把这个灯光调好，然后开始直播，想听他说一说自己的事情吧，然后说着，然后可能孩子就被哪个弹幕，然后发散了思维，就开始讲别的事情了，讲还不算，然后你可能想听我讲什么事的时候，哎，我没讲上去，因为有人来连我麦了，连麦不算，你想听着我电台睡个觉吧，听着我直播睡个觉吧，我在跟别人吵架，
还不止跟一个人吵，而吵架的时候很多很多话讲出来都很容易被带节奏，完全没有脑子。然后带完节奏回来之后，然后带完节奏回来之后，然后自己知道害怕了，然后开始道歉，但是道歉也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道歉没有什么用，道歉没有什么用就不说了，然后就开始复盘自己的公演哪里跳错了。但是复盘有什么用，对吧？复盘有什么用？跳错已经跳错了，你心里就会想，我早就知道你跳错了，还用你说？我看你直播公演的时候，我直播看你公演的时候到处找站位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已经跳错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没谱，对吧？然后完了，最后催睡觉，催到一点钟，孩子也说了一点钟睡，然后好不容易一点钟到了，孩子说。我忘了有事我没说，然后开始说事，一个事说完了，然后孩子把自己说感动，我开始说第二件事，眼睛在泪花闪闪的，你以为那是女孩的一滴泪，不知道孩子真哭了，一滴泪早就花完了，然后就开始讲事儿，讲完又开始网易云，讲着讲着就开始上升大道理，然后最后给你网易云一通，你还得陪着孩子一起网易云，因为你这个时候如果不网易云，你根本融入不了弹幕氛围，对不对？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结果。最后就是现在这个结果，你们只会在这里，发点点点，说求求了，去睡吧，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你不通宵就好，你要翻牌我们也拦不住你，你劝了一晚上早睡，没想到他关了直播还要去翻牌，是不是生气？我觉得我真的是个毫不让你们省心的小偶像。好了，让大家为我省心，从现在做起，闭嘴了，晚安，我去翻牌啦。Uh-huh.